这个十柱子应该是后修的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跟墙不是一个颜色，而且你看这个墙现在已经是千疮百孔了，都已经招的石头啊。进去之后啊，不让照相。本来我是想照一张来的，但是他说不行啊，不让照。不让照，我说那就算了吧。然后我简单看了一下，这个确实很好啊，它这里面非常的古老。这个教堂比我想象的要古老的多，很可能是说1000多年前的建筑了啊。大家可以看这个墙，这个墙确实已经是不知道是因为战火的原因呢，还是因为风化了啊。在这个后修的啊，你看它这个石基都换过了，估计是这些石基都已经糟了啊。